这是一颗不农族小行星，是继周族小行星之后又一颗以不农族为名的小行星，在宇宙众多天体中运行。仁和国小校长伍福义也代表不农族人来感谢中央大学及育管处等单位。 愿意将他们发现到的小行星命名为布农，这对布农族来说确实是意义非凡。感谢各界，不会忘记我们布农族，让我们布农族从现在开始有自己的信心，肯定自己。在这边也是等于我们布农族将会永垂不朽，与宇宙同在。 2006年，中央大学及鹿林天文台的巡天计划发现了将近800粒的小行星，其中包含曾经发表过的周族小行星跟玉山小行星。后来为了感谢布农族人过去热情协助兴建天文台的功劳，决定将编号2686969号星正式命名为布农小行星。20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在这个天文台因为受伤，那没有办法下山，也是布农族的朋友。 背我下来了，所以对布农族的这个小行星的命名，其实我有一份小小的一个谢意。为了要共同庆祝布农小行星被发表的喜悦，仁和国小的学生们也特别表演行动剧来欢迎布农小行星。在那里是布农族小行星耶！记者 NO 南投水里采访报道。